的形象，好吧？涂上颜色，都给它涂满了啊！这个，啊，还有这个。在画什么？哎，你回来了。啊，作品，你看，你这后面。这全都是我们今天完成的作品，还有这个，你看看像什么？七彩火腿。你才火腿呢，这是太空世界，这些五颜六色的都是大小行星。小宝说要带我去太阳系旅游，还要去火星看看呢，看看火星人是不是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。火星是不错，不过你们知道以现有的技术来讲，打造一台火星飞行器需要100亿美元吗？如果火星太贵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月球看看呢，看看吴刚和嫦娥的家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嗯，月球旅行也不错，不过你知道一个宇宙飞船的门票需要7500万，还是美金吧？另外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太阳是黄色，但其实应该是白色。我们看到的那些颜色，只不过是因为阳光穿过了大气层滤过之后的色彩。小宝，我们不用听你爸爸的。反正某些人啊，只会嘴上说说而已。要是让他自己做的话，他什么都不会。嗯，这家里应该没有别人。某些人肯定说的不是我。何总，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”啊？好了。哦，啊，小宝，好不好看？我们给爸爸鼓鼓掌，好不好？小宝，你不是对太阳系很感兴趣吗？以后要是有太阳系的任何问题，你都可以问爸爸，爸爸很优秀的。告诉爸爸想了解那个，这个叫做木星，是太阳系八大行星里面体积最大、自转速度最快的，它也是离太阳第五远的那颗行星。虽然它在太阳系里面体积最大，但是其他七大行星质量加在一起的乘以2.5，才是木星。知道了吗？知道了吗？这个挺让你妈妈。